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今宵的爱情也会孤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今宵的爱情也会孤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今宵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咱这个朋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，那么第二个这个单元，来咱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。那么有什么问题免客气哈，啊，你做你家利用过来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哈，啊，无所不谈，是伫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以及着教育事等等啊哈。来，咱来看政治新闻啊哈。那么过去民进党党主席柯信荣。伊讲爱立抢回两花，伊即个话语权啊，啊，柯信荣安尼讲，啊，我有讲过啊，啊，人伊即马都共产党啊，甲国民党诶，伫对决啊，哦，伫对谈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即马民进党诶都无舞台哩，吼、哦，伊也算安尼啊，都安尼，算讲毋知倒位啊，吼、哦，到遐咧教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喵喵喵死杀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做你甲看，民进党开始吼，又搁伫个争权夺利啊啦，啊，伊也算安尼啊，有诶吼、
啊，抢要去甲中共诶吼，啊来互中共诶吼烧头哩，吼、哦、啊有诶讲未来未使啦吼，都、哦、爱我大声才会用诶啦，你未使大声放烧头诶，都爱我啦啊！我大家拢慢慢抢哩，好、哦、来咱来看即个新闻啊。啊，所以阵安尼啊，柯信良就是讲爱抢回两岸。什么抢回两岸啦？对不对？伊其实的时阵啊，伊有咧讲的时阵啊，叫这个马英九吼，讲到爱甲这个中共啦，吼、啊哦，啊来算讲来对谈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较早唔是哦，较早民进党的拢主张啥呀？哪会使甲伊谈呢？对不对了？该谈就搁叫痛去啊！你该谈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，即马讲话搁无同款哦。哦，你甲看，包括的孙安尼啊，过去副啊，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副总统卢秀莲，哦，伊讲哦嘛是爱啊了解这个大陆啦，哦，叫因这个民进党的党员啊。爱去了解大陆啦，而且趋势啦，哎呀，而这个意向啦，对不对啦？看伊要什么款的，啊，咱都爱甲伊配合哩，吼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无我有讲过啊，你民进党是算啥的啦？死狗母落去，我甲你讲，你都死路一条啦，没有一席之地啦。你愈来你愈衰啊嘛，你民进党愈来愈衰啊嘛，啊，变个时代，甲无去哦。扩大对不对？啊，后边还佫贪污啊，都是安尼。你民进党愈来愈细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苏清昌就讲，吼、哦，急不得啦，吼、哦，一步一步来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一步一步来。人已经的孙安尼啊，爬到半山腰去啊啦。恁民进党还佫在，还佫在山脚，佫大家还佫在哈。你一句话，一句来一句去啊，对不对？你甲看，因即马党诶嘛是拢意见嘛无拢无共款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毋是伫变啊，迄个时阵变啊，迄个时阵吼，我大家安尼我好诶，你敢知？啊，变啊一个落台啦，尔，搁贪污啦，尔，搁去互定罪，哇！啊，你甲想，有诶倒诶倒，走诶走啊，用啊，这有影民进党诶嘛是如此啊啦，哦。啊，都爬袂起啊！嘛爬袂起，大家搁踮咧咧，你一句来，我一句去，对毋对啦？来，咱看即个内容，看安怎讲。那么，伊即个是雅虎奇摩啦，首页啦，哦，新闻的即个首页，政治办的就对了，嗯。那么，台北报道，前民进党主席柯信良今日就是十二日前哦。那么提出台湾现在要安怎啦？怎么办啊？就是讲要安怎啦？万件事。那么认为讲台湾必须啊，甲对方哦，政治的这个谈判啦。哦，诶，这个谈话就对了。吼、哦，较早哪有安尼啦？啊，较早都大家民进党大家嘛反对啊，阿扁时代对不对？大家嘛反对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我偌硬呢你？哦，伊讲那是民进党有迄个疑虑啦，就是讲有这个什么款的这个疑虑啦。哦，那么哪样嘛应该邀请民进党参与政治的这个对话啦？你快看。我之前我有讲无，你着民，你着国民党的十个，你起码嘛着争讲民进党的支持个啊，对不对啦？安尼阮毋才有民主，安尼阮毋才有一席之地，吼、哦、吼，是毋是安尼先？你来看，我咧讲的话，你来看，愈来愈歪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那么两岸问，这个伊日前嘛咧讲啊，民进党应该抢回两岸。这个维吾权啊，我有讲过啊，对不对啦？这个柯信良意思就是我咧讲的嘛，对不对啦？哎呦，你都
恁来说十个嘛，甲阮整一个啊，对毋对啦？吼，就是安尼生啊。啊，无你公家初，你民进党那有啥物对话权啊？是毋是安尼生？伊就意思讲啊，都三支马互阮牵一个就对啦，都变安尼啊，吼、哦、啊。稍等下，咱另外讲这个卢秀莲在讲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你甲看，即马有一挂大粒女的吼，过去安尼咧舞了袂使啊。即马讲啊安尼，也是着搁哈，着搁较阿强的吼，啊来互梳头啦，对不对？安尼民进党的在台湾才有一席之地啦，啊那无民进党的死甲真歹看啦。那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就表示了两岸问题重要吼，是真复杂啦，对不对？一点啊嘛袂使急的啦。啊，那么民进党一步，诶，这个在做啦，吼、哦，到时候大家吼拢会看到啦，看到什么呀、啊？啊，是看到乌巴克，还是看到什么呀、啊？对不对啦？啊，你家己本身唔是咧讲迄个民进党的对中国的什么办啊，什么事务啊，对不对啦？你不是创一个名啊？这就是要跟大陆的一个窗口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即马人不衰，你即马在讲啊，慢慢啦，啊慢慢慢，你创迄个是要创啥的啦？所以恁这讲话拢互相矛盾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恁迄阵啊当时。一两个月前，你不是说一个讲，你民进党诶对中国有什么事务，对不对啦？会出窗口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人都不甩你们嘛，是不是啊？你算什么花啊？对不对？你搁说一个人嘛，不爱插你啊？啊，你是要从啥呀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这人物就是啊，政治人物，我阿你讲啊，迄个嘴脸啊，我定阿伫咧讲。哦，政治人物遐侪咧，拢是出于家己利益个，怎样？你做你家看，每一个政治人物拢安尼生，拢为家己个利益就对了。伊无影讲咧，讲到到底拢啊为台湾人民，为台湾人，其实拢是为家己个，这个政治前途啦。你做你家看，是不是安尼生？那么柯信荣今日表示。台湾啊，甲美国、东盟、欧盟完成签署自由贸易协议，是刻不容缓的，就对啦，袂使慢的啦，啊！诶，这个大事啦，好啊，即马你甲看，即马伊咧讲大事，啊，之前民进党唔知在讲啥物啊，包括有之前无啥物一克法嘿啊，吼，干嘛甲无一点，嗯。那么，但是自由贸易协议最后也这个阻力，可能来自不稳定，也这个两岸关系啦。哇，即马搁讲安尼啊，意思就讲啊，赶紧来甲伊讲啊，爱甲伊对话就对啦。哦，伊唔爱讲啊，你著国民党诶，赶紧甲伊对话啦。伊即马讲民进党诶啊，你对不对？爱赶紧甲中共来对话啦。哦，伊也算啦，国民党诶，你唔通忘记啦，阮民进党啊，甲阮插一卡啦。啊，都是安尼生啊，嗯，啊，无你算啥？人别人已经的孙啊，尔，吼，伊三千亿人已经的孙啊，已经成局啊，对唔对？啊，人马上咧拍啦，啊，恁在外口啊，搁咧等啊，你讲对唔对？那么伊伫咧讲啦，要实现这种的这个经济利益啦，台湾无可能。无甲对方做正，这个正台的这个接触啦，你甲想啦，对不对？你甲看啦，啊，柯信荣即马咧讲话阁无样款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，咱稍等下，若有时间，咱阁讲这个卢秀莲，看讲会对未？若讲未对，咱阁后一个，啊。那么的时阵呢，袂使讲无甲对方吼、哦、做政台吼、哦、政治，而且接触就对啦。吼、哦，伊就歪讲政治啦，你讲政台啦。吼、哦，伊说呢接触政治的这个对话啦，吼、
那是耶稣那领台湾主管，自以为是选边啊徛，这是大错特错啦！你甲看，就是咧，伊咧讲讲家己民进党甲迄台独个啊，甲台联个啊，即马柯信良就是咧安尼讲啊，人国民党哪有安尼？哪有咧选边站？对毋对？国民党哪咧选边站？是恁民进党个甲党即个台独个啊，甲台联咧恁遮啊，啊，搁一个啥物兄啊？是毋是啊？上咧选边站？都恁咧选边站安尼啊？对毋对？安尼就是看袂使啊，毋知讲哎，唔好选边站哦，赶紧个哦，都会当吊车尾嘛，无要紧啊，啊吊几个算几个啊？哦，是毋是安尼？都问题就会当讲安尼，民进党有一分安尼，哦，细啊分啊嘛无要紧啊，对毋对？我之前嘛有讲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结果你啊看，即马啊新闻愈来煞，我咧讲个煞愈来愈对啊哩。哦，哦，所以你甲看，伊讲若要选边站哦，迄是大错特错啦，因为伊无边可选啊啦，你甲看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靠信用卡拢无边通去选啊啦，对啦，都反正都哪安怎都赶紧啦，对不对？吊车尾嘛，赶紧啊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那无的时阵，啊，调两三个啊，是不是讲削两三，调三个啊啦，削两个死嘛，无要紧，留一个马步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那么柯信良认为讲，那是担心在野党对政治对话有疑虑啦，哦，会当做大联合政府啦，拜托的。嗯，倒一个要甲你，倒一个甲你要甲恁民进党的这做大政府啦，大联合政府啦。啊，恁都等于讲，恁都即马要选啥？要选国民党的这边得去啊啦，知影无？恁过去就无啦。恁若讲国民党的拢去的时阵啊，拢用梳头啦，对不对啦？哈、啊，认真啦，去啊走狗啦，那大干啦，去啊要用梳头啦，是不是？嗯，包括的时阵，这个伊嘛是同款啦，送草路嘛是同款，你嘛是共忙啊，无一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即卖的时阵，这个吃回头草啊，你讲，我、啊、对不对啦？迄些是啊，我是感觉讲哦，啊，是无要紧啦。你若讲啊，我都过去唔对，承认哦，我样啊，甲你接受啦，对不对啦？你若民进党讲啊，阮都过去哦，错误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对不起，着台湾人啊。安尼，阮哦，阮即马要重新拍起啦，重新做人啦。恁遮个吼，台湾人民，阁予我一摆机会啦。吼，那安尼，我甲你讲，我都会当甲你接受啦。吼，对不对啦？甚至阁阿咧拍破我啦。啊，恁有迄个勇气无啦？卖讲个时阵，安尼嘴咧讲安尼，啊，其实阁咧做安尼，啊，嘴是硬个，是毋是？啊，正经个时阵安尼，大家三千要去大陆。是不是安尼？是要甲诶，即摆你若老实讲诶，若要去甲即个习近平哦，讲一句话哦，我看伊讲死也甘愿啊啦，真正诶。哦，你甲想啊，哦对不对啦？若去哦，安尼甲伊讲两句啊吼，然后会去哦，杀去清官哦，我也甘愿啊啦。你讲对唔对啊？这种心态，是不是啊？你讲遐粗，你较早你那袂遐硬啦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人迄早落的时阵，世界的时阵，咱美国伊无都无咧处理你啊，要看处理到你这台湾要创啥？大家是过去，我是想讲啊，大家都手足之情呢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唔是啊？啊，恁这反对的人，你反对啥？反对无要紧，你莫搞独立了。大陆话你用上去这个独立的，啊，你若反对讲啊，因共产党啦，无自由啥，伊无要紧。伊互你骂，互你就要紧，因为那个事实就是安尼是嘛，所以伊啊，但是你唔是啊，对不对？你都要去搞这个独立啦，什么样啊？当然啦、啊，你甲看，因倒一个上台，因就安怎讲，哦，不准的时阵啊，从中国分裂出去的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对不对？大家拢嘛是安尼，啊，啊，讲遐粗，人伊过去人讲啊，都大家吼、哦。都卖阁讲迄政治啦，吼、哦！一百年了后，看子孙要安怎，再互子孙去拍算倒。人伊嘛是讲安尼呢，迄阵无，毋是一百年、五十年，
五十年，我讲了唔对，对唔对啦？那是邓小平还是这个了后这个江泽民啦？对唔对啦？迄个时代的时阵啊，伊讲啊，都卖咧讲这个啦，你都大家吼啊，都来往啦，是不是？啊，等候五十年了后，看要结果要变安怎，再讲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结果咱这边就讲什么啊？要通战啦，要什么啊？都共骂到无一地啊！啊，骂到无一地，起码搁要用通，无要用通，人无爱伊，搁耍来几年啊？搁咧化为啊啦，是不是安尼？要怎么做一个？会当做一个大联合政府，倒一个要甲你大联合政府，等恁民进党诶去做总统啦，再来讲啦。哦，那迄看你有要讲安尼无啦？那讲安尼表示讲安尼，恁都有诚意啦。啊，恁即马毋是啊？恁即款只说恁是第二大党无毋对啊？但是恁诶迄个是偌侪？恁诶即个台湾支持者是偌侪？你嘛应该去想，对毋对啦？邀请民进党参加，就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当然的咯。啊，若无恁就乱啊！你无让恁参加，恁就乱啊！就是安尼生啊！啊，让恁参加，恁就较袂乱啊啦。唔是讲无乱哦，较袂乱啊。啊嘛是乱啊，是较袂乱安尼啦。因为恁意见真多嘛，是不是安尼生？恁定来要提头嘛，定来要要求恁要爱嘛，是不是安尼生？柯信良日前嘛在讲啦，民进党长期战略错误啦，你啊看，啊，到底该是哪两款处理权，变成国民党的这个专利，对唔对啦？你看，我之前我唔是有讲啊，阿洪之前唔是有咧讲啊，结果你甲看，啊，恁这搞政治的，确实我这唔是咧搞政治的，我定阿嘛咧讲咧，哦，对唔对啦？啊。那么民进党那是无改变，将来真歹重回执政啦，吼、哦。那么你甲看，伊嘛家己安尼讲呢，是不是安好啊？参照因咧那第几代好，迄名嘴啊，民进党的名嘴啊，好，安讲到是不是？啊，你毋是讲国民党要倒啊？啊，即卖无同款啊，对唔对？啊，国民党要倒啊？你是毋是？恁的孙啊，恁的党员？在电视的时阵，拢唔是咧讲国民党倒啊，对唔对啊？啊，包括的时阵安尼啊，这个蔡英文唔是安尼先讲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即马个蔡英文嘛，即马个讲无同款啊，嘛是爱伊嘛讲嘛是爱甲大陆啊来对话啊。你甲想看卖啊？吼，我的时阵啊半暝迄个什么暗头啊食西瓜，半暝啊随反正啊。吼啊，这种的党的实在物件啊，会使讲。真紧啊！吼，你改变真紧的，嘿，也无怪讲伊讲民迄落啥物，迄落民主进步党呢，民主进步党呢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哦，就是安尼生哦，要变一个啊久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那么伊这个主动，吼、哦，阿家的孙安尼，主动甲中国大陆。建立政治对话以及的互信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好、哦、啊，苏清长就讲啊，吼、哦，讲的时阵那咧都今日啦，吼、哦，今日算几十三啦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嗯，都第二立法院召开听证，这个学士记者会，伊回应柯信良的这个讲法，表示的。两岸的孙啊问题吼，非常的这个重要啦，嘛非常的这个复杂啦，一点啊都袂发达通紧啦，吼、哦，民进党一步一步啊伫咧做啦，吼、哦，伊意思就是讲伫做啊，做了人无咧要处理嘛，我有讲嘛，你毋是见面安尼，你着做一个孙啊，中国的孙啊咧，在台什么事务什么对不对啦？诶，这个窗口嘛，是毋是咱新闻那么看的？那么到时候的时候，大家会看到因的这个打拼啦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的这个显现出来了。我跟你讲啦，显现出来，都人要给你梳头，安尼就对啊。人若唔给你梳头，你要哪展现出来啦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所有的这个柯信良甲这个卢秀莲副总统，甲唔来上，都、就是都都
都讲啊，哎呀，民进党安尼搁落去哦，真正的时阵啊，到尾啊都死啊，真歹看啊！唔知讲啊，赶紧的爱甲大陆赶紧的来对谈啊！人都无爱甲你对谈，因为安怎讲，习近平换这习近平甲这个进前这胡锦涛就无同款啊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是人一个来讲一下啦，什么遐啊和平安尼啦，对不对啦？嗯，啊，伊就讲了错，你无看，你民进党人习近平讲啥？拜托诶，习近平是南征北战的人呢，对不对啦？一个平一个搁较啊，读较搁较迄款的，你敢知？对不对啦？啊，恁这算啥？嗯，啊，无诶，孙啊，恁定来讲爱少年呢，啊，结果恁这老，毋是人甲你讲啊，你这老那要搁出来啦？对不对？恁民进党拢嘛讲啊，就爱换新啊，对不对？较早的时阵呢，这老干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啊，即马老干已经都覆盖拢无去啊！你即马换恁民进党的，恁这民进党老干的，这嘛赶紧退休啊！啊，搁伫咧确定政治是咧创啥个啊？即马政治都爱互较少年的嘛，差不多二十岁啊，二十通岁啊，这二三十岁这来嘛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！恁这老的，搁咧讲啥个啊？是不是安尼？就恁民进党的，就是拢安尼嘛，安尼咧讲嘛，是不是？叫国民党这老的啊，这拢退死啊啦，对不对啦？这 LKK 啊嘛，是不是？恁民进党嘛是咧骂国民党的安尼先，老的赶紧退掉啦，换这个少年的啦，恁拢嘛是安尼先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恁讲的搁一套啊，做的搁是一套嘞，啊，我甲恁分析到根本的时阵，恁大家拢咧做假呀，咧骗票啦，啊，咧为着恁家己的这个利益啦，拢是安尼生啦。哇，咱休困一下，稍等下再搁等啊。哇，来听阿王唱两首歌，来《浪子的锁链》。条锁链，不如一时上小牵连。冷暖社会，现实万千，互人一笑上可。浪子为情，奔波四海，真情往来。条锁链，不如一时上小牵连。爱人要心，情断一边，三年相识变无。
无情手段对阮表现，我叹一声门窗客。秋天风
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香甜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。怪你呀吧，恨你呀好，敢会改变这个结果？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情有心做。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香甜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呀吧，恨你呀好。该改变这个结果，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情有心做。会改变这个结果，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情有心做。后来，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咱即马说这两个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啊，到四点，由阮由小弟阿宏、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等吼。啊，那么当然最近吼，那么。拜二、拜四、拜六，那么阿宏无所不谈，两点加四点，有缘啊，有滴主持哈，并且啊，咱注意网友观众哈，啊，当多加啊来批评指教。后来咱来讲柯信良哦。叫的时阵啊，伊唔敢讲民进党的啦，因为讲因这讲话嘛，小可爱蠢人哩，吼、哦，啊个这个算讲台联的咧，吼、哦，啊个这个建国的啦，吼、哦，独立的啦，有遮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伊就讲啊，这个立爱抢回两岸，也这个算讲话语权啊，就是安怎，
就是对话权啊，对不对啦？嗯，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是不是安尼？讲话权，伊讲甲是真客气啦，唔敢讲甲这个国民党诶讲对话啦，对不对？伊较早拢嘛骂人啊，你们两啊，这个国民党诶，拢甲共产党诶两党在对话，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拢甲骂甲什么？哦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个柯信良安尼讲，也人记者就问苏贞昌，啊，苏贞昌讲啊，有啦，有咧做啦，啊，一步一步啊来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中国大陆是真复杂啦，哪有啥物复杂？就简单啦、啊，阿方嘛知影，伊就是要统一，但是伊即嘛无无爱甲你讲统一啦，就是讲九二共识啦，吼、哦，啊安怎？都什么呀？什么中一表嘛？对不对啦？啊、嗯，都国你讲中国，中国是，我这边讲，我是中华民国啦。啊，你那边讲，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啦，就是安尼先啊，一中各表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哦，啊不，我是到尾也是爱统一，无唔对啦。哦，啊，阮都，阮无要紧啦，恁都台湾，恁慢慢啊去迄落啦，哦，啊会使再来统一啦，哦，啊，都暂时无要紧啦，哦，啊，阮都看恁这个岛内，吼、哦，这个民进党的，啊、哦，甲迄个什么台独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看因的情形安怎啦，嗯，啊，即马看办事，对不对？换到我的孙安尼啊，姓徐的，吼、哦。时见时的时，对不对啦？啊、嗯，我看恁这民进党的巩固，啊，阮的情报，就讲恁民，讲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已经都拢下去啊，啊，原因是安怎？都阿边啊贪污的，所以会算安尼啊。台湾人民对不对？唾弃啊，落尾也唔知，搁给国民党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这阮嘛知影、啊，对不对？无要紧啦，啊，就咱就放较软个，啊，免骂就放去骂，骂到尾啊，因就嘴就塌起啊哩，吼，对不对啦？啊、嗯，啊，咱这个自由时报啦。哦，伊就讲，所有第一讲啦，两岸问题吼，袂使急的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哦，民进党这么党内对这个中国政策走向出现了讨论啦，毋是出现了讨论啦，哦，因拢讲甲拢真迄款，那因党内吼安尼咧，家己的孙阿娘第一无同款的意见哦，因拢讲甲成迄个什么讨论啦。哦，啊，若国民党无共啊，吼，你看因咧党诶，互相咧在战啊啦，拢安尼啦，啊，你讲话拢无共款，你无看，啊，即个自由时报你哦，都无讲安尼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啊，你甲看，对毋对？伊诶孙阿娘学习，对毋对啦？学习诶孙阿娘，李前总统。李登辉对唔对？伊就讲啊，嗯，啊，这个孙安尼蔡英文，伊讲的孙啊，几年了后，啊，就要无核的这个国家，嗯，啊，人伊就讲，啊，电要为倒来，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人都安尼，讲只错都一句都堵落去啊！啊，苏清祥讲啊，毋是啦，替伊咧讲话啦，对唔对？伊惊得失啦，啊，无啦，伊无反对啦，是讲啊，看有法度人。另外，创其他诶，即个方法无啦吼，你甲看啊，都安尼啊。啊，即哦，即人要民，即人要国民党就死啊！你哦，对不对？都开始就骂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唔敢甲骂你，哦，唔敢甲骂，我甲骂嘛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就人就明明讲啊，你电脑位倒来，敢若我阿宏即做即要我咧讲啊，对不对啦？大家嘛要安全，倒一个袂安全。啊，我请问你啦，有电无？啊，电会起价袂？啊，我老讲啊，人诶，外国诶孙啊，来这个七股，台南诶孙啊，七股遐，
人开始咧猜啊，都共反对啊，讲啥物声音足大，啥物啊足大安尼，都共抗议啊！你想要安怎做啦？对唔对？像这种的，像那民进党啊，你无去个去啊地方的，讲啊恁哪安尼生啦？对唔对啦？嗯，啊这都好代志啊，啥物恁咧共动啥嘿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，阮都咧反核啊！啊，啥物恁的像那人来冲这个。这个风力发电的，恁在讲动啥？恁唔安尼生，恁民进党啊，遮参加什么环保遮，恁无安心去，唔得对？是毋是安尼连个一个都无啊？你讲对啊？唔对？所以拢看人诶，就对啦。吼、哦，若要一视同仁，像阿峰安尼一视同仁，对唔对啦？那么我看卢秀莲迄。另外接过来迄款，那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昨昏强调，两岸问题非常重要，却会顺安尼复杂，啊一点啊都袂使急的。哦，那么民进党一步一步拢有伫咧做啦。哦，那么有真多啊拢伫咧拍拼啦。吼、哦，到时的顺安尼都会显现出来，给大家吼、哦、啊来看啦。啊！民进党前主席柯信良昨昏发表，单独有讲啊啦，台湾现在要安怎啦？是不是安尼？要安怎？嗯，啊，你咧急啥个啊？是不是安尼？嗯，啊，但你嘛有下啊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若讲遮错，你嘛无法度去做总统啊啦！啊你咧急啥个啊？我问你啦，迄唔多爱乎恁这个下辈，对唔对啦？来去禁得着？但你这有下，这种会使。中国的这个元老啊，你都是不是？你都急啥嘿啊？唔多稍等嘞，顺那两脑冲起来就害啊，是不是啊？呢，伊写万件书啦，啊，伫个建议啦，为了台湾经济的这个需求啦，必须的顺那进行两岸政治来对话。拜托你来讲，哈、啊，为了经济啊，拜托恁的民进党的，唔是其他的，唔是拢安尼覆盖的顺那这台湾经济无当发展，是不是啊？呢？哎、啊，恁也无爱讲恁的孙阿民进党诶，哈、啊，恁都家己拢唔敢骂家己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这个民意都是安尼先啊，今日经济安尼先，恁民进党爱负一寡责任呐、啊。你讲哎呀面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你都拢你啊，国会拢在咩咧乱呐？啊，要哪法通进行？是不是安尼先？这恁爱负一寡责任，你敢知？啊，你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就讲叫恁。民进党的啊，甲迄落讲啊，咱就唔安尼啊啦，咱即马就吼安怎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敢要话给别人听？你家己爱话恁，互恁党员听，唔得着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你来看，马英九总统应该爱尽速来组织拿捏两党强敌的孙安尼啊，而这个联合大联合政府来拜托的。对唔对啦？啊，那么人伊个孙啊，是毋是讲啊？你人伊个孙啊，第二次的当选，是毋是讲啊？你着国党的孙啊，要甲恁请意，啊叫恁去迄落，啊恁着不甩啊！啊，即马在要讲什么嘿啊？是毋是啊？我感觉恁这民进党真奇怪呢。嗯，安尼你也无爱过你要共讲，是感觉真无理啦。哦，伊讲和民进党的。参与两岸的这个谈判啦，你看看啊，才有法度人化解这个僵局啦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啦，人伊啦，国民党的老实讲的啦，你都唔免你民进党的人伊甲伊讲好势，我跟你讲，你民进党我有讲过啊啦，你死甲真歹看啦，没有一席之地啦。我之前我都讲啊，唔是恁即马在咧讲呢，恁即马拢落尾啊在咧讲呢，我之前都伫咧讲啊，唔是无呢。好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咱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无就到这做结束。吼、哦，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再见，拜拜。
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。